那我吃了啊。都给我饿死了，完了他还不送。是，要不然这玩意老瞅我。骨头给我留着。主要我是真饿了，完了就干等他不来。这有没有皮儿啊？吃的，和尚哥搁国外发了一堆照片儿，妈呀，这玩意儿咋拍的啊？给我整饿了，饿了我就订餐了，订餐了完了，这就干等他不来呀，这给我等着，够吃了。我都提前订将近一个多小时了。现在就有点凉了，不好吃了。再来点啤酒。多半天吃。哎，我可以当美食主播呀，吴东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能吃还能唱。指定比一般的那个美食主播搞得要好。会炒菜吗？会呀、啊，啥都会，
我现在已经改了，不唱歌了，改美食主播了。要我没有，我是美食主播。文明吃，素质看。谢谢张鹏，你不是减肥吗？我吃饱了再减。直播内容，直播内容，美食主播。嚯，这吃相，我一直都差不多都这么吃了。谢谢肖哥。不是啊，他是我怕他凉了。凉了不好了，谢谢肖哥。这个时候应该刷什么啤酒？没事儿啊，擦就掉了。先和尚哥，我已经很了你了，你没有看见我吃六个。吃六个那个汉披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我吃六个披萨是那视频。谢谢和尚哥，六个披萨是一个披萨切六个，还是八个去的吗？谢饿狼传说，缘分让我认识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传说中意可香啊。我是一个美食主播。跟别的美食主播不一样。
吃完了就有人唱歌啊。都讲究是下边这个红钻。中完红钻之后就算中奖了，中奖好几千块，好几千块钱呢。我发现我要吃两个小时得啥样啊，那能不坑吗？吃东西好像找人气好这可乐喝，还有无可替代喝，还有这边请雅哥。我买了80块钱的10个鸡翅，一个超级汉堡，还有一个薯条。还有这玩意儿我不知道是啥，一会儿再吃。你知道吧？你们饿了没？我纠结半天了，我是看直播还是吃饭了？
们刚我家可忙了，现在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去了。你说给我这个番茄酱有啥用？这儿沾一下，那儿沾一下，那耽误事。谢谢和尚哥。我有吃半个小时吗？喵！我是一个美食主播。八个鸡腿了，感谢叔叔开的纸爵。吃出一个纸爵。差不多了。这是鸡腿儿好不好？他不记得吗？没了，没了，就差一个了。最后狼传说，凉了该不好吃了。我妈说，你们不都说别占盆，怎么说的了那话？别占盆。
我是一个美食主播。休息一下。完成任务。